前世今生的相望，许愿灯上情书两行，可心生怕你遗忘。夕阳把影子拉长，朝着你来时的方向，长长也许是那夕阳吻在你脸上，不想要对你说谎，还有漫长时光欣赏。这果真是宁嫔所写。是的，圣上，此物由我母亲嘉宁公主当年带回花间岛，藏于花间阁中，谨慎收藏。燕儿，淮南，你前世抢我心爱之人，这一世你的母亲谋害我的母妃。当初要不是你的母亲为了嫁给华剑山，利用我的母妃去陷害云婉惜，逼迫他吃下这有毒的花间暖菇，我母妃也不会因此落下隐疾，然后失宠被打入冷宫，最后在冷宫中一个人孤寂的死去。而你的母亲阴毒到连我都不肯放过，在我尚且年幼的时候便联合大臣上书把我发配到蛮荒之国去当质子。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从小到大受尽了多少屈辱。对，我这次是回来报仇的，我不仅要你们两个人死，我还让整个花间阁、花间岛为我死去的母妃陪葬，为我浪费了千万年陪葬。不可能，母亲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，不可能。来人呐，在，把这乱臣贼子拿下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宋燕，你这是要造反呢？护驾，护驾！主上，
水灵珠一炼成，真是天助我也！今日我就要报仇雪恨。大小姐，快！这是妖怪，怎么伤及无辜，想走？花一男，就算小满曾渡你灵力，今天你也是打不过我。能否敌过，试一试便知。远高于花一男，为什么总使不上劲儿？怎么，六殿下是哪里不妥？知道我不可能停手的，今天
就让我杀了华玉楠，我们两个人再重新开始。那颗水灵珠之后，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。小马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松烟，你设计圈套想夺取七叶蒲萝，但你败就败在低估了我和月儿的情谊。当日月儿吞下七叶蒲萝之后，就已经恢复了法身和记忆。那日月儿潜进我的卧房，告知我所有的来龙去脉。你是妖？我是妖，也是人，或者说我是小满，也是陆月儿。陆月儿是我的投胎转世。之后我们商量好，一起演一出戏。莹莹姑娘，岛主让我转告您，说昨夜多谢您了。松烟，你生性多疑，我心想，若将假的七叶蒲萝直接给你，你一定会怀疑，所以我让月儿故意令你怀疑。让你不信任他。既然已经看了信，为什么还要过来？你果然还是背叛了我。方才我又探了小雏仙的元神，七叶蒲萝如今就在他身上。等你亲自把假的七叶蒲萝拿走，你才会相信这是真的。那七叶蒲萝，玉儿用七叶蒲萝的灵力制造出珠子在我这里的假象，就是为了给玉儿修炼假的七叶蒲萝争取时间。若七叶蒲萝是假的，为何可以解封木灵锥里面我的灵力？假的七叶蒲萝只能暂时释放你的灵力，实则你运气越多，灵力消亡的就越快。小满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小文哥哥，我本来还对你有最后一丝期待，希望你悬崖勒马，不要走上这最后一步。
是你执迷不悟，非做出这最后的选择。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那想必真的企业婆罗尼，真的企业婆罗我早就已经给一男了。玄王哥哥，你赶紧收手吧，我现在救你还来得及。没想到我最后还是输在了你的手上。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。玄王哥哥，宋燕，你不是败在他手里，你是败在你自己的执念和仇恨里。你给我闭嘴。先走吧。小满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敢不敢我走？我不认命。我不认命！王爷，就算我今天殒命于此，我也让你跟我一起陪葬。宋燕，真为你感到可悲。主上，都是因为你，我杀了你。小满，混蛋！
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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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儿，你醒醒，月儿。月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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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习惯说不完相思。因为六殿下送宴和前岛主花一男在圣上面前闹的这一出，使圣上千岁于嘉宁公主，而怪罪于花千岛。快！再说这圣上将花氏一族贬为庶民，赶出了岛主府。让我进去。走吧。而这云月面馆呢，也因小乙轻盈不善，关了门儿。再说这前岛主夫人的二娘呢，也因为受不了陆一匡身子的拖累，而改了嫁。常裁缝挺好的，我改嫁给他呀，一匡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是啊，二爹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和我二爹会照顾好我二娘的。嗯，啊，若二娘把常裁缝给熬死了，我们再回头来找你，找你。而这故事的最后呢，前岛主用余生守护在灵树旁，这是他最后的精神寄托呀。再说这前半生是妖，后半生是活神仙的陆月儿，自灵树大战殒命之后也落下了帷幕，成为了经久不衰、口口相传的传奇人物。这就是若有来生借定许千世缘的话本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。等等等等，你这是什么破话本啊？你这明明是篡改历史、胡说八道，你就不怕别人朝你扔臭鸡蛋？你哪儿来的黄毛丫头，竟敢信口开河质疑我的话本？你这么有能耐，你给大家讲讲看。我，好好好好好，我讲就讲。灵树大战以后呢，故事是这么发展的。月儿，月儿，哎呀，夫君，你吵死个人了。耳膜都快被你给震破了，吵死了。嗯，哎，这怎么有只小海蛇啊？月儿，嗯，怎么哭了？嗯，自从寿宴上夫君救驾有功，圣上大为赞赏夫君，圣上也得知我阿娘当年是被人陷害，专门御赐了新的云月面馆的牌匾。阿爹呢，也在府医的照料下，身体大为好转。二娘小妹时常侍奉左右。老爷，来吃橘子，力道还可以吗？阿爹。至于阿姐，好看，每天穿金戴银，还有穿不完的服饰，我俩也早已冰释前嫌。燕儿，你说我戴哪个好看？故事最后的落点，就在我跟夫君身上。
苏若来信了。嗯，你看，杜若说他跟苏唐在西域待了三月，现在已经根据当地的风俗成亲了。说实话，有时候我还挺羡慕苏唐和杜若的，两个人悠闲自在，周游列国，过着闲云野鹤的神仙生活，令人羡慕。你跟我在一块儿，还会羡慕别人啊？我当然是很知足的呀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要是天哥一人半，那岂不是锦上添花？夫君，现在才申时呢。反正，最后故事的结局，大家都是幸福圆满的，才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呢。就算这是真正的结局，但是悲情的结尾才能受大家喜欢吗？你不懂，捣什么乱呢？啊，对呀，你老乱呀！哎，等等，你刚才管岛主叫夫君，难道你是岛主夫人？哎呀，他是岛主夫人。我不是不是，岛主夫人花容月貌，国色天香。我怎么会是他呢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不对，他就是岛主夫人。岛主夫人，再给我们来一段啊！我不是，来一段吧，我不是。岛主夫人，你再给我们讲一个吧，啊，是不是？岛主夫人，岛主夫人，岛主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这就是嘛，就是的。月儿，你就庆幸我昨日及时赶到吧。就算小满给了我们健康的身子，也经不起你天天这么折腾。哎呀，那只能怪我太受欢迎了，我已经乔装打扮了，谁知道他们还能认出来啊？小满，我们来看你了。琴声慢慢延伸，也来看看你。蔓延树根，浅浅刻着年轮，我还是一直在等。老木们爬满心，前生几次青春，遥遥远存，浅浅的口吻上，又是谁家心捧故人满天星辰。玄王哥哥，闲来无事送你个小玩意。海螺倒是没什么特别的，要是没什么特别的，我送你干嘛？你听，是海底的声音。就知道你会喜欢。你在花间岛修炼千年，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。等我们修化飞升之后，我带你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，好吗？好啊。夫君，其实我想了想，我觉得把宋燕埋在这个地方，也许是他最好的归宿。夫人说什么，就是什么。哦，夫君，嗯，我们还是早点回家吃饭吧。
阿姐说，她又做了羊肉人参煲。夫人，你这一天天的羊肉人参煲，何时才是个尽头啊？赶紧用行动证明一下你夫君。啊？证明？证明什么？证明你略懂。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啊，不对，夫君，你为什么会略懂啊？玉儿，你就别问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什么，夫君，你说说，你是跟谁略懂一二的？啊？哪有什么为什么啊，赶紧回去吧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去了。你要是不说，今晚就睡厢房。还想让我睡厢房啊？